好久没有录视频了呢。大家好，我是仙宝，因为种种原因限制住了我，所以说我不能把录视频当做我的主业，它只能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，所以说以后更新视频会不定期更新，希望大家谅解一下。之前我在网上看到开盲袋的视频，盲袋呢它就跟福袋差不多，盲袋呢就是你大致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，但是呢你还是很难抽到它，所以那么让我们模仿哈基米了，你又在模仿小强哥了，不要脸，臭不要脸的，就知道抄袭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十、四、五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这里总共二十包，也就是说一包3.5块，贵死了！开箱的声音。非常非常小的一罐可乐，一个3.5块，真值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里面摸起来全是像这种可乐一样的东西。这是一瓶超小的化妆水，一个润唇膏，超小型。恭喜贤总又喜提一瓶洗发水，恭喜贤总又喜提一瓶洗发水。这次不是洗发水了，这次好像是洁面乳还是什么东西。哎呦，这东西太神奇了吧！恭喜贤总喜提龙猫一只。它开到的呢基本就是像这种啊，我们平时生活中用到的东西或者吃的东西把它缩小化了，然后呢像这种完全就是纸盒子，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，哎，里面就是一个纸盒子，然后没有任何的东西，然后有视力佳，有润唇膏，有洗发露，然后还有这种护肤水啊。我觉得像我这种开箱博主来说呢，肯定会经常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然后这个花费就很高，然后呢我视频又没有打过任何的广告，没什么收入。我觉得以后如果我要打广告了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，好吧，毕竟不能空做梦的，好吧。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，我是仙宝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